岁女星们挑战 Energy 16吨，始祖是她踩高跟超狂。最伤男团 Energy 合体回归大爆轰，40岁大叔们16吨超级耗体力。网络也带动 Challenge 挑战。16吨真正始祖是风靡半世纪的流行女皇马丹娜，她在2001年巡演上才高跟16吨，掀起各种挑战，还被当成减脂操。不过医生也提醒要量力而为，16吨的动作，膝关节和髋关节都是在不停屈伸直，可能导致半月板被挤碎。